承担起这没边缘宇宙和运转地球。空中我有双眼睛，由开始已在星河背后遥望这地球。谁掌管世间目前以后？当两颗星星挂于天的脚踭，顿然自觉像尘末那样的有限。我敬畏，实在是谁创造无限？那远处，像是爱藏制度和变化。各位朋友，一直以来人类都企图探讨宇宙的奥秘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很多问题的答案他们还未找得到。原因就是人类的智慧是有限，而宇宙是无限的。